看完浮屠缘过后会能让你更加勇敢的去爱你想爱的人。浮屠缘是一部很好看的剧，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浮屠缘，谢谢。好，我觉得这部戏呢就是各个年龄层的人都适合看，因为它有很娱乐性的轻快的部分，但也有比较深的讲人性的部分。浮屠缘服不服你都得看。掌印的诱惑大家可以期待一下，非常值得一看。听说看过浮屠缘的人都发大财了，而且身体健康，全家幸福。 Love you。 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我们浮屠缘。我之前在书上看到过一句话，我觉得很符合这部戏里大家甭管是哪一对 CP 啊什么的发展的过程，就是纵有疾风起，人生不言弃。